每年暗暝七点三五，蓝厝蓝人准时甲您相约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八零八四的生活来要请您到电来听，发这案件为您揭示法疑哩。那伫今仔节目当中，咱要带大家去看案件是《鬼灵来了》。40几万的工钱被拖欠五年，楼顶起压住院，因某闹要离婚，困境重重，遇到鬼人。你怕你们老娘肯定帮你解决。你这是香港法制大馆咋的事儿吗？打个电话，我根本就没听过的人。这鬼人到底是谁？警方揭开了伊的真面目。我哪有那个本事能做记者呀？敬请关注《鬼灵来了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请大家听我来说法。深陷困境，卡无鬼灵，这是咱常说一款非常幸运的情形。但是呢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，生活中会拄到各色各款的代志，也是不可避免的。这卡布鬼灵的代志，却不是法庭上处理到。那么今哪里啦？那么讲的这起案件的主人公，就是为了一项代志哦，犯了去几落年。正伫咧走投无路的时阵啊，突然间身边出现了一个鬼灵。那么这个主人公到底是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呢？伊又搁拄到什么款的鬼灵呢？瘦了，原来180斤，现在今年的年头，这个辽宁省咸阳市的市民张国军啊，是不得不踮在医院的度过。说起破病的原因啊，伊说就伫咧两个月的时阵，伊突然间哦流出血，所以啊不得不住院。这肌肉包住这关节啊！把他包着拽着，肌肉被耷了的，都被耷了，滴答了。对，疼。这你说这些要钱，一打电话没别事，全是钱，能不撒谎吗？所以大家不愿上来念不好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天大代志？等这个张国军啊，何去请那个法官呀？原来呢，是最近这四五年来。40几个老乡啊，几乎逐日都来找这个张国军讨钱。张国军的老家啊，是伫咧咸阳市坑边关的一个农村乡里内面。十多年前，张国军带几个老乡来到咸阳市内，来共别人做一种建筑的失落。头几年是一点仔失落都无摕到。啊，好不容易啊！伫咧2006年年初时阵啊，张国军终于争取到咸阳市某居民小区的部分建筑工程。所以呢，这个张国军就先后为老家迄搭招了40外个亲戚朋友来跟伊相聚。但是这个张国军啊，怎我都无想到，这失落做退了以后啊。40多万的工程款，却一分钱都无退掉。交了之后呢，这小子给钱啊，赶快给你，那过一天给你，过一天给你。这始终跟你说好的，说那这几天给你解决了，啊，那完就把这就压下来了。张国军承包这项目，是由江苏省某一个叫建筑公司负责的，项目负责人叫做江浦。而这个中国军事，这个江铺啊，无将钱退来的理由啊，就是伊认为中国军算的这个工钱的数额太过高，伊无法接受。结果这一拖，就拖到迄年的年底，这跩工程款始终都无下落。每个人多的20000多，少的几千块钱，这一年拿不加钱，你和这年咋过呀？你说呢？他欠我钱呢，还没给我，你说我回家生活怎么办？反正就感觉那时候特心酸，没成想的所有的想法全落空。2007年，张国军啊，
三不五时就去找干部讨钱。你干部呢，每一摆都说这个手头闲，搁等着，结果啊，这一等又过一年过去了，到了2008年年底，张国军啊，他突然间发现这个干部做替了新荣一带工程项目以后，他直接走了。他就跑了，后来再找人找不着，再打电话也不接了。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，得张国军做失落的全老乡啊，啊就坐袂掉了，纷纷的啊，到这个张国军厝来讨钱。这跩老乡啊，对张国军的某，佫说了一个哑牌听话，边人啊，张国军的某，这火气规个升起来，一气之下，险险要甲张国军离婚。亲戚整了好几年不给，你说亲戚整的不要亲戚，朋友不要朋友的，完了都说我，你说我在这嘎达，你说整的里外不是人儿，你说。那还写下来协议离婚，后期他没上没能，你去大伙说劝，那是就要离婚。做了一番的失落，却吃了一番的亏。我看换做其他人，都无人会吞了落去。那么，这个张国军到底要怎么办？非常冤枉的张国军开始四五路去找相关的部门去告状。这个2009年年初，伊就找到了咸阳当地这个农民工维权中心。工作人员啊，费了规半日咯，才联系上这个干部。但是干部还是说一丝仔钱都无通摕出来。伊本来迄时啊，也伫咧江苏伫咧讨债。江波呢，也是在为他自己呢追债，他外边欠他的债也挺多。2009年年底，无奈之下，张国军啊，只好到法院去起诉干部。但是呢，却发现这官司啊，伊无法通拍。当时那阵没有欠条，那阵他给我工程结算了，我多多钱，对，完了就管了，自由结算的还起诉不了。当时那阵，所以法院不都讲究说你是证据嘛，证据有点不足，说不给立案。不过啊，这干部的命都见未着了，还要去到处找欠条啊。所以2012年年初，张国军抱着一线希望，找到咸阳的警方，希望警方啊，有人帮助伊找到这个干部。在2011年1月份，公安机关介入之后，在2011年4月1号，将江波找到，江波答应给付张国军工资款。在咧警方的协调之下，江波甲张国军经过斟酌甲核对，渐渐啊就确定了这江田款总额为40万。随后，江波就甲张国军签了一份协议书，约束在咧2012年10月1号前一定要还清。这笔款好不容易啊，终于有通摕到还款的协议，这张国军啊就大大喘一气了。但是呢，仅仅过了一个月，伊又搁发现这干部又搁无法联络着。完了之后，人一走之后又找不见了。再次读到这个情形，张国军又搁坐袂住了，伊再次找到咸阳的警方去询问这个代志啊。要到底怎么办呢？民警啊，安慰伊说：“那是超过约束的时间，干部还佫唔还款，警方绝对采取进一步的措施。”这个因为在2011年5月1号之后，这个刑法修改之后，将那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个入刑。这句话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对了，去年的5月份修订的新的刑法，增加了。拒不支付劳动保障罪，所以啊，这个一旦干部那涉嫌恶意的去欠薪，伊的代志也就大条了。但是对这搭，估计还佫有人会有疑问，说这个张国军拄着这款的代志，警方会做管这款的代志吗？确实，那是以前拄着这款代志啊，警察确实无法管。因为以前是无将这款代志哦看作刑事案件来处理，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。但是呢，刑法修正案第8增加了一个新罪名，也就是咱头前所说拒不支付劳动保障罪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
那是无正当的理由，无给付劳动者这个劳动报酬啊，就可以给当作这个刑事案件来处理啊。啊，就是说这个力度变得更加大，更加有强制性。那么对于这个张国军来说，行到这步，也是有希望将欠的钱来讨回来。警方啊，讲伊说，如果搁按的拖落去，警方就会采取这强制措施来帮助伊讨回这笔欠款。但是就是在这个时，张国军哦，得到一个更加让伊欢喜的消息。啊，就是有人主动的卡出来，愿意帮助伊将这笔款给讨回来。而且呢，按照这个人的说法啦，就是要办这款的代志哦，啊，就是也轻松。那么这个张国军拄到是什么人？画面顶的这张名片，名片顶印的一个名号做方艳丽，显示的身份是无法界杂志社的记者。下集是伫咧香港，这个张国军说，这个方记者是去年八月份的时阵有连三八的，头一摆三八，这个方记者就当张国军留下了真深刻的印象。那个中国什么政法大学呀、啊，毕业，还有香港念了四年基督教大学。你除了听起来不平常的这资料啊，这个方记者对欠薪的这条代志的态度。更加让这个张国军哦非常非常的欢喜。原来呢，这个方记者对这个张国军说，这代志非常好解决，并不是什么大困难的代志。伊还阁曾经处理着更加困难、更加复杂的代志。那么，这个张国军是怎啊把这个记者呢？这个记者是不是张国军的贵人呢？啊，就是咱。这期节目要说的这名大贵人呢，下期节目当中啊，咱继续来关注。好，感谢收看这期的司法，本节目啊由晋江市司法局联合制作，下期节目再见。四十几万的工钱被拖欠五年，老丈气压住院，因某闹要离婚，困境重重，遇到贵人。你怕你们老娘肯定帮你解决问题。你这是香港法制大馆打的事吗？打的电话，我根本就没听过的人。这桂林到底是谁？警方揭开了伊的真面目。我哪有那个本事能做记者呀？敬请关注桂林来了。晋江电视台蓝处蓝狼与晋江市司法局联合制作法制节目《说法》。拜礼拜戏，敬请关注。热线8563003。喂呀，你看这两位比说欠何家，袂歹，就是啊，搁有淡薄啊所在就好，搁改进者。老伟啊，你有啥物办法，感觉该指导者无？没啥办法，爱困啊，我不是老伟啊，等你再困啊。我一项大事，要甲你商量者啦。我跟你说啦。你知道我今仔看到什么人？看到唔知啊。我看到高金宝的相啦。哇，好红啊！我说宝啊，这高金宝的旧日都在看，逐日哦一日上少看三五个以上，哪就去看伊的相啊？唔是，我是看到伊的婚纱照。真水哦，比本人真正只有二三十岁。哇，红啊！是啊，这个高金宝。退休都二三十年咯，啊，搁去来翕什么婚纱照？你看见？无啦，我意思是说，我怎？不是啦，你听我说啦，我是咧说啦，从我人哦，
老了了，无甲喊落去排看心呀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加加加加加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死嘛！一个穿美丽的姑娘是谁啊？啊，高进宝啦！啊，高进宝啦！高进宝啊！你看，老爷，咱往届哦，早都脱了无钱，啊，这个咱生活都开得过去，无咱来去博啊，就丢人做纪念无？我说博啊，你嘛听咧高进宝咪听风就是雨，高进宝个用个咩啊？个鬼母了头，本无带车带做。你想嘛咧？我五十岁人啦，我是干那人后生家咧合的，老岁咧合啥物啊？你看看嘛咧，合啊一个冤白俩。反正我混都唔知等几棍了，反正办完了混了，吃棍了，再就吞那个棍。老位啊，老位，你说啊，你何看先？本来就几个十岁人咯，也搁要创安尼，怎么侬看？咱别个钱呢？你说用许啥物货啊？钱，到底要创起来来，连你都认袂出咯？咱别个钱呢？啥别个钱啊？老位啊？啊，无。我想说，无咱搁来喝一丢啦，吃一下歹嘞啦。反正我看说，唔免咯，唔免咯，唔免咯。你哩啊？唔免咯，唔免咯，我系说啦，你若是还是爱合上，无安尼。等一下哦，你去走卡嘞，去什么洗碗底咯，撸拖卡咯，我甲你插过去，将我将上机先。哇靠啊！你看老拖内面卡乌秃秃，要怎合啊？啊，你到底是要合啊，唔合啊？无偌钱你啦。上这卖一百块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要怎啊分三少啊？无了，四百块，贵太贵了，无法哩。四百，搁加一粒啦。四寸，我靠，红阿婆还无人个命，四寸土豆我食咧，上少一寸长的地头皮。老弟啊，地头皮食下了，种合落去，一世人是常常有纪念性的啦。我看啊，安尼我算着个考虑一下卖。老爷啊，还没有啊，咱未等下公布嘞，这个慢慢来拍算啦嘞，好势。啊，可能是像种个代志，你来甲我说一百年都行未通吼。观众朋友们啊，咱顶起明明老是叫做四撇一弯钩，堂弟北中楼，这个未对啊，就是咱一字俗哩，俗。死树的树，唔知恁有猜到无？接落去啊，我当个出来卖饼是叫做向群众学习，当然是猜一个字。观众朋友们啊，恁若是猜到，就拍阮的电话，85633003来干阮说，啊，赶紧来猜。看了今仔电话，咱就来看看昨日的新闻观众是向阿哩。来自新屯的林金彪，手机号是1685。感谢你这个参与，你将获得由龙背景提供的永生茶一份，万代龙特产大礼包一份。好记拍包老兄弟，好戏拍包老姊妹，泡茶花仙搭水果。甲四句唱南曲，悠闲聚会做活动，猜猜灯谜听讲歌。阮就在你上用地，浪费钱的难处难行，观众聚会地做。浪费钱只得永生休闲观。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，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:30，您可以订阅我们的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看桥乡知己。